好，继续看比赛啊。刚才你们谁这么有眼无珠啊？啊，好，继续看比赛吧。这么小看、啊。嗯，可以啊，一上来就是活捉霸王的。嗯，风格，帮的特色。Round two, ready go. 我感觉这局，哎呀呀呀呀，不要毒奶了，不要毒奶了，不要毒奶了！哎呀，抱一个，举高高，再来一个举高高。哎呦，走了！我感觉豹子还是可以玩的，还是有机会赢的。虚晃打差折啊，打差和。打差和过不来，这两个角色哈都是容受力比较高的哈，都是打不死人的，都得慢慢磨的。哎，优秀，左右腾挪，嗯，射死你。恭喜哥，什么口头禅呢，兄弟？啊，那是什么口头禅呢？啊？射击游戏，刚才是二反三是不是？啊？对吧？我刚才看到豹子，我就觉得这个霸王应该是有希望的。哎，对了，豹哥，你要夺冠啊！豹哥，你要夺冠，你夺冠，我有火箭呢。压得好快啊，衔接得好快啊，帮我两个无肉，这局是真心很难打呀，打不了一点啊，这一把赢不了一点啊。火箭抖音一号，对啊，1000块呢啊，1000块呢 ，1000 啊，我要给豹王加油啊，豹哥你要加油啊，我抖音一号靠你了，刚一个啊。点完之后马上又来，太快，帮我来不及反应啊！霸王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打法，哎，你看，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打法，填充马上后撤，
我说，哎，好，一脚。龟壳，龟壳，龟壳没了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欢迎有烟没火加团，感谢支持。棒，不错，这一局都赢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兄弟们，你们不惊喜不意外吗？啊，霸王这都赢了。好，头上活一个正，跑不掉了，岩石刷被跳了。这步太近，起飞太慢，好，一脚踹死了。喂，什么东西？这蓝之山可以的啊！好，踩头，我去，帮这个头被脖子都被摔断了，也真是。碰瓷碰面吗？有可能碰面啊，有可能碰面。目前碰不到面，看看下一轮有没有机会碰面。逆向还是正向？逆向防座。哎，小西，踢死你，踹死你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这能 A B？哎呀，可以哈，连踹踹踹踹死了。决赛明晚啊，兄弟们，今晚打到八强啊，今晚打到八强。目前呢是淘汰了四个人，还有淘汰四个人啊。因为总共是十六位啊，十六位淘汰八位，就剩下八位。目前已经淘汰了四位啊，阿明、鸭王、孙杨、月牙这些都是已经淘汰的。第一轮的败者还输的话，那就被淘汰了哈。
然后等一下第二轮的这个败者还要打第一轮的败者，知道吧？啊，打完的话也是拜拜了啊。这把角色双方都有的大哈，算是一个5.5对4.5开的一个对局啊，暴王可能略好一点点。小鸭这边三个角色都没指令头哈，而且是有一个五弱。基于这一点的话啊，暴王的角色要好一点，啊，直接 AB 躲掉，啊，跳 A， 跳 C， 杠一个。红，哎，我去，还好啊，这个逆向这都提到了，还好时间到了啊。哎呀，霸王这个防守带反击的哈，原地跳 A 你懂的，你只有玩这个拉尔夫的才知道原地跳 A 这招有多好用，是吧？拳拳到肉，虎虎生风，死了。KO。Round three. Ready, go. 金脚，游击拳。谢谢排菜啊，谢谢。什么东西被一个老头打到了两个？这个老头打到了两个。什么鬼？被老头二穿三？哎呦！豹哥，你这把角色还可以啊。嗯，占优啊？什么鬼？被一个老头打成这样的样子呀？哎呦，这把小爱的角色会更好啊！这把小爱的角色会更好啊！完了，让二追三，包哥你稳住啊，我的火箭还靠你呢。要两声龙干他，逆向打不到的逆向。哎呦，没了，晕了晕了。这个老头给二反三，我的火箭就这么没了。兄弟们，熊猫杯熊猫哥赞助的比赛哈，我看好暴王要夺冠，不会吧，就这么翻车了啊。如果是双败制的话，虽然不会淘汰，但是你在第二轮要拿到，你这败者组要拿到冠军呢，相当难了啊。稳住吧。好，变一比杀呀，确认了，节奏没有调好。好，抢刀了， nice 啊，受亲王拿过冠军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寿星王成名的时候三问都没什么比赛啊，他打赞助打一打还可以是吧，没比赛的。滋滋冒奶是吧。 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帮三问拿过冠军的哥们儿啊。哦耶耶耶耶啊，小亚也是不怎么玩猴子啊，这节奏不太稳的，必杀没接出来啊。杀了三下四下，然后必杀，可以反超了呀，稳了哥们儿，稳了。
好，邪渣过来，骗乱动，哎哎呀呀，什么鬼？哟，这怎么能被反渣呢？有雷楼袭楼，谋了谋了。包哥，莉安娜不要过去啊，下期顶他，等他过来啊。哎呀，下期出好一点，看好再出。对，下期顶他，对对，干死他。继续啊，继续下逼，然后下息，就这两招打他就行了。时不时来一个跳低偷袭啊，对，涡轮也行啊，把气攒起来。嗯嗯嗯，哎呀，出早了，是下息。好，继续下息，哎，跳CD。完了，怎么这么不经打的女性角色呀？完了，哎呀呀呀，别呀别呀别呀！来一波飞之斩杀，哎呀，被跳起来了，哟、哎。